我想说一下我的什么，就是工作经验。工作经验，你也太实在了吧！之前 Tiger 其实是13个人的团嘛，然后我在抠起舞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。然后福利环节呢，就不管什么汉堡啊，还是喷胶，应该也知道我随身携带喷胶，然后专业搞发型。然后可以帮你们弄造型啊，时时刻刻帅帅气气的，选择我吧。